刚刚也跟大家提到啊，我们能够啊见性啊而不着相，这是很重要的心地功夫。在孔子那个年代啊，应该大家都有听过柳下惠坐怀不乱啊，这很有名的一个公案。那后来呢，在鲁国啊，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啊，刚好啊，有一天风雨非常大啊，有一个单身女子啊，她的房子整个被吹倒了，然后就跑到离她最近的一个读书人的家，去敲门了。哎呀，这风雨太大了，你赶快让我进去吧。啊，结果这个读书人呢，说我不能开门。就一直坚持啊，不开。这个女子也急了。人家柳下惠坐怀不乱了。那你赶快开门了。这有什么呢？但是这个读书人还是坚持没有开。啊，后来啊，这件事啊传到孔子那里了。孔子说啊，这个读书人是学柳下惠学的最像的。哦，感觉孔子借由一个事啊，彰显重要的理啊，以事显理啊。啊，我们一般看的，哦，坐怀不乱，但是并没有看到他的心境呢。啊，甚至于还会觉得，哇呀，怎么这么幸运呢？哦，可以啊，抱个美女啊，那这个就偏得更厉害了啊。其实我之前在补习班呢，啊，当时要考老师啊，有不少女同学来问我功课啊，我就因为已经学佛了嘛。这个也不是我们攀缘，要随缘呢、啊。哎，这个也是练呢、啊，放下执着啊。好，你本来说啊，我今天我要把哪里读完？哎，人来了，一讲半小时过去了，一讲一个小时过去了。啊，有一次啊，我给一个女同学啊分享啊这个。学科两个小时啊，这个女孩子离开了，另外一个女孩子来了，拍着我的桌子啊，你自己还要不要读书啊？她看不过去了啊。哦，这个在人世间啊真不简单啊，要让众生呢不要因我而生烦恼啊，我自己得有高度的警觉性。嗯。结果有一天有一个男同学啊就过来。哦，用很羡慕的眼神对我说，哎呀，你真好啊，这么多女孩子来问你问题啊。你看他不是坐在那个象上吗？他很羡慕嘛。
其实对成德来讲，我们是在练心呢、啊。因为老法师教了念念为众生呢、啊，那人家有问题了，而且也不是我们去攀援的，那你能够不去尽力吗？但是更奇妙的出现了，证明什么？自他不恶。啊，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为别人，哎，很多同学啊，都自己也闷着，很精进啊。做了自己补习班的题目做完了，还做其他补习班的题目。我是连自己补习班的题目都没时间怎么做，结果一考我的成绩都比他们好。为什么呢？在帮别人的过程当中啊，自己不是我怎么做题目了，我怎么讲到让他明白，我整个思维不一样了，跳高一层了。所以那个理解力啊，不知不觉就练了、啊、练了、啊。所以我是连续啊三年考试。啊，别的不说，就说数学就好了。啊，第一年考得不错。结果去读了一年。哇，那个课都是满满的，那学分二十几个学分呢、啊。一个学期啊，上完下来参加代课考试，根本没有时间去看数学啊，哎，考试了，考得很高啊，没有准备啊，因为那个理解力已经在护持同学当中啊提升上去了，所以三年的数学成绩都挺高的。后面两年，第一，经过一年考代课，考得不错；再经过一年考正式老师，也考得不错。帮助别人，就是帮助自己啊。经过这些事啊，我们对佛法信心增长啊。所以呢，不能着相啊！我想呢，这个男同学可能是，我看他年龄比我大好几岁啊，可能是找对象也找得挺急的啦。结果看到这种情景，他生羡慕了。莫向外求啊！啊，真正要找一个好的对象啊，也是感应啊，有德只有人啊。一个国家要赶好的人才，也是自己的德招赶的。国如是，团体如是，家亦如是。啊，诸位同学，我现在是跟大家说莫向外求，不是说鼓励大家要结婚。你们不要听偏掉了，但是你们不要又说成德法师说不要结婚，或成德法师说要结婚，我什么都没说啊，哎，我们约好啊，我们尽量啊，成德说而无说，你们听而无听。我们的内心有偏呢、啊，你看一切境界，可能都会偏，甚至也会理解错了。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典故啊，为什么孔子要说这一位男子不开门，是学柳下惠水的最像？他们的行为不一样啊，
就像这个杯子跟这个手环不一样啊，可是它的体啊，它的本质都是金啊。见性不要着在相上。所以刚刚跟大家说入目金刚跟慈眉善目或者温良恭俭让有冲突吗？所以孔子看得透彻啊。为什么柳下惠会坐怀不乱？他的因缘是因为他要入城门的时候已经关起来了，天气太冷了，那在北方啊。结果这个女子她也没赶上进城去，那会冻死的。在这样的情景之下，那当然要全变啊，所以坐怀，但是他自己要不乱啊。这个在孟子里也讲啊，男女授受不亲啊。结果就有人问孟子了，那你的嫂嫂快淹死了，那你男女授受不亲啊，那救还是不救啊？那孟子说，这是权啊，权变啊，当然要救啊。戒律、礼仪都有开遮吃饭啊，该开戒不开戒，那也是犯戒，没有吃好，没有表好法。然后给别人持戒持出执着了，那相信你的人又看不出来，他也学你执着了。所以不简单，不简单哦。学习啊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哦。可以共学，会可以示道，可以示道，为可以立，可以立，为可以全呢、我们现在一起学习《无量寿经》刻注，共学。学了之后，每一个人做不做，做多做少都不一样了。这叫师道啊。纵使再做了，他能做一个月还是一年还是终身坚持，那就又不一样了。未可与立，立就是屹立不摇。所以孔子赞叹颜回三月不为人呢。其实人可以保持三月都没有自私自利的行，那已经入了相当的境界了。那可与立在历史当中我们看了不少啊。你看颜真卿，他的父好像是哥哥颜杲卿非常正直，那安禄山作乱把他抓起来要说服他，他凛然正气，他骂安禄山，把他牙齿全部拔掉，他照样骂。我想那安禄山那时候我看都被震慑了，可以立啊。可安禄山造反，唐朝大半江山快速崩落。那这么多读书人在那样的时节
也很多立不住了。但可与立又未可与全呢？游步十方，行权方便呢？这个善巧方便全变还是很重要啊。你现在的众生呢，很会挑毛病了，自我感受很强的，你不能横顺一点他，他连见你都不愿意见的。所以现在要度众生呢，护念众生呢，比以前难了。啊，这不是我说的啊、哦，老法师说难十倍百倍都不止。啊，我们不只要护念别人，还要护念好自己啊。啊，刚刚跟大家说，我们走这条路啊，险路啊，诱惑境界很多。所以提醒啊，李炳南老师提醒啊，讲经不能了生死啊，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。讲经铁定修福，但是要了生死得修戒定慧啊，得世间的贪着都放下才行啊。讲经的路上有染了，名闻利养有一点染了，了不了生死了。讲经的过程慢心起来了，那了不了生死了。所以老人家慈悲啊，知道这条路啊不好走。在内典讲座的时候啊，甚至在讲每一部经的时候，重复提醒重要的心态啊。哎，老人家，其实老人家修养非常好，尤其啊特别谦虚啊。但是看到我们后世子弟毕竟不是从小学的，所以他老人家说啊，我讲课的时候啊，就是我给所有的人做报告，他们都是我的兼学。这些我们或许听了不少次了，这些都是老人家慈悲护持我们走这条路。但是我们不守住这个心态啊，就很容易慢慢就偏了。孟子讲人皆好为人师，这个讲学是个缘，他是把我们越劝越明白，还是不知不觉把我们的好为人师给调出来，这完全取决于个人。啊，师父是该讲的都讲的，我们可不能挑着学呀。而且重复讲的这些话都不能掉以轻心。这也是老法师把怎么把五十三参用在讲学的因缘里面，只有自己是学生，其他的都是老师，是兼学。所以我们听经，昨天讲到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，要这样去听哦，不是那种
死记硬背哦。善用心，用真心呢，是往什么方向呢？离心意识的方向在用功。啊，心意识这每个字都有代表。心是第六意识，它能分别。我说，哎呀，你的心太分别了。意叫莫那识，第七意识。这个东西也很厉害啊。就我们本来是大海啊，突然一个小水泡起来了，我们以为我们是小水泡了。那大家想一想，一个小水泡的受用跟整个大海没法比了。误会这个水泡是我，我们现在误会这个身体是我，这第七意识执着。第八意识就是是，是落印象，会落印象的。所以我们要练的，在一切人事境缘呢，尽量的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落印象，这就会修了。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时代啊，弘法护法不容易，因为众生他在这样的成长环境，他的分别执着也很强，我们得要恒顺众生。这个恒顺不是我们真的有分别执着，恒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那众生的语言，他要表达一个东西，每个民族都不一样啊，你都要恒顺呢，甚至他的风俗习惯呢，你不恒顺呢，他首先就不接受你了。所以佛当时候在印度，当时候当地的很多宗教啊，佛都善巧的恒顺，然后最后都融到佛教来了。对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老法师这八句话常常在讲习当中勉励我们。我们不能做这八个字，很难帮助众生了。见人过失，含容而掩覆之，给他留面子。一则令其可改，一则令其有所顾忌，不敢重。但见人有为常可取，小善可入，幡然舍己而从之，这是在末法时期怎么处世待人。当然大家也不要听执着了，一般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假如他恶劣到破坏团体了，他造地狱业了，那得快刀斩乱麻。这领导的人有时候在一些时节因缘可不能犹豫哦。了凡四训说的，此风雷之所以为义也，如斩毒蛇啊，如毒蛇孽子树与绝体，如斩毒树直断其根。所以我们菩提道上也要修一个果决哦，犹豫不决也是习气哦。
犹豫不决来自哪？有得失了，或计较人我，或瞻顾得失，或迁于感情啊，都会犹豫了。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陈德带了四位硕士同学今年毕业了，三位留在英国汉学院，我也跟他们说，你们接下来是领十方财哦，十方财没有地狱，没有净利啊，那是道十方财啊，不是开玩笑的。那《地藏经》里面讲，五逆十恶好救啊，什么最难救？道常住物啊，因为常住它是通十方的，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地区、某一个团体，不是啊。皈依三宝绝对不是皈依某个人，这样就破和合身了。皈依三宝是出家人给做证明，哦，你皈依了净法界、虚空界的三宝，所以他的财务是通十方的。那我们现在向上虽然不是出家，但毕竟我们是接受大众的供养，我们要对得起啊。所以陈德跟他们说，一定要处处表好法，不能情绪化，服从为负责之本。你从基层做起，领导给你派个工作，你还要跟他抬杠。刚刚陈德已经分析过了，现在传统化单位大部分都是透支的，人手不够啊，领导已经难为了，你还要挑三拣四，不能服从，那负责不了事。这是青年十二守则。因为领导他是一个部门，他得要调动这个部门的力量来处理这个部门的事情。一个不听，两个不听，他怎么做事啊？勤俭为服务之本，干事要勤劳啊。懒散、懒惰，这个服务不了人的啊，甚至于还要人家花时间来提醒我们，那不是来城市的，那是来捣乱的了。那假如是这样啊，那陈德会快刀斩乱麻。为什么？我不希望在我们的团体里有人因为这个缘造地狱业。陈德希望大家在这个因缘是积功累德，同生极乐国。假如他做事的心态不是这样，那慈悲多祸害啊。什么祸害？让他堕地狱。这个我们深信因果，如是因是如是果。那我假如让我自己带领的人堕地狱，那我也要堕地狱。我看得清楚了，我还让他造，那我这是什么心呢？那我是不是学成相怨呢？
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讲的相怨的，哦，每个人都说他，哎呀，脾气很好啊。可是大是大非面前，他不敢站出来。那要爱惜自己的面子了。所以左丘明耻之啊，某亦耻之啊。这样的人会让世间人不知是非啊，会乱了大家的认知了，知见了。所以传统化单位不能和稀你啊，不能打迷糊仗。每件事都有因果啊，怎么可以打迷糊仗呢？所以立誓练心啊，这些境界对承德来讲是很大的考验的。承德也是从小在性情上相对比较温和的，可以经历过不少事了。传统文化老师不到50岁去世了。啊，突然就昏倒了，昏迷不醒，一个月之后走了。那一个月在医院里面插管啊，用一些医疗手段啊，那很痛的，他自己也挣扎，但是意识还是昏迷的，下意识的挣扎，手跟脚都被绑起来了。大家要知道啊，这个叫花报啊。我们的警觉性要很高哦，修行人要深信因果，这不是不能含糊的。祸及今世先被病殃，死生不得，世众见之，这叫花报。这样的花报铁定堕地狱的。他等于他的业力已经现前了，所以承德也是在很多这些年遇到的境缘，不断的审视自己的内心，你该勇于承担要承担，你该站出来说话，站出来说话，机不可失啊，时不再来啊。老人家这么高龄，就为了护持我们住世，我们还在这里打迷糊仗，那我不堕地狱，谁堕地狱啊？这太忍心了，自己的师长这么辛劳的在注视，应该我自己有浪费时间了，都要生大忏悔心了。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六级佛啊，明智为佛，我有名啊，我是佛弟子啊，我跟佛弟子相不相应，我是传统文化的学人，我跟传统文化相不相应。论语告诉我们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，君子要名副其实，自己讲的跟做的不相应，君子觉得羞耻啊。我们现在根基不牢啊，错了，人家提醒我们了，我们还吊儿郎当的顾左右而言他，就好像就要把他混过去了，傻笑傻笑了，
撒下不要用错了，要用对心哦。错了，我们都要很惭愧、很恭敬的去认错，去惭愧、奋发、改过。修行没那么简单呢、啊，非帝王将相所能为，哪有那么多境界就这样蛮混过关，我就能积功累德？不止不可能积功累德，造很重的业。可是现在人都着相了，因为他有福报啊，有时候还不是自己的福报，祖上的福报。你说是他的福报吗？不是啊，因为他在随顺习气啊。可是积善之家，他确实祖上有福报啊，所以我们得冷静冷静啊。我现在是自己的德行感召的，还是我祖上的福报啊？祖上的福报啊，就更要珍惜呀、啊，不要辜负了。啊，我也常常在这些年跟同事啊，当时我在马来西亚，我们住在大楼上，一眼望过去啊，七点多上班的人潮啊，那个塞车是见不到尾巴的啊。我跟同仁讲，你看我们都不用去赶这个时间，还可以看自己喜欢看的书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一般的人还得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不想干也得干，他为了生活啊。那我们有这么好的机缘，要对得起施主恩呢、啊，众生恩呢、啊，所以不能名副其实，那就明智未否。再来，观行位，观行即佛啊，就是我们常讲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了。啊，相视为佛，观行是常常关照自己，只怕觉迟。相似位呢，很像佛了，哎，正觉了。罗是二乘呢，哎，罗汉，他相似，相似真心，他的心念没有错了，但他还用的是妄心。再来分正位佛，再破一品无名，见一分法身，分正位了。但破了无名啊，还有41个阶位，最后才是究竟即佛。把41品无名啊全部都放下，这究竟佛了。所以有六即佛。所以我们不能搞表面的，不能有丝毫啊求名闻利养的心了。那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孔子说这一位读书人学的最像，因为柳下惠完全是为了这个女子的名节在着想啊，他有自知之明啊，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呢、啊。啊，我们现在也要高度警觉，古代的人在那样的礼教之下，他要是从小读古书，
都很难在这种境缘呢，能不一失足成千古恨哦。我们去看看，叫这个寿康宝鉴啊，甚至于是安世全书里面欲海回广，讲的不是一般的人，讲的很多都是读书人。就像于静义工18岁就考上秀才了，美士必高等了，读的经书也不少。而赵王也告诉他，你觉得你戒淫了，你只是没有缘而已啊，真有缘你决定把持不住的。你平常看到漂亮的女子，整个心都动得很厉害的。还说自己无五邪色啊，欺人无五谁欺啊，欺天乎啊。讲到这些细节了，这个愚公才跪下来啊，不然他还不承认。他这么多年了，我应该有善啊，所以这个志气要打破啊，真的要很深入啊，观察我们的起心动念处啊。所以男女大防啊，我们不可掉以轻心。在传统文化界，因为这一点出状况的不在少数啊。佛在42章经里面就讲到了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习气啊，只要还有一种习气跟男女之欲一样厉害啊，众生没有处理的机会了。这42章经里面有提这一点哦。那这一段就让我们要提起来，哇，那对男女境缘呢，这个欲要懂得自欲啊，我们不能做到断欲，但一定要自欲。太上感应篇也说，淫欲过度，这也不妥。那当然，一个人精神层面提升了，他的这些欲啊，慢慢就淡。也不是说你一下就能怎么样。有时候用力过猛啊，还自己家人都生烦恼。这个都要自己看着办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贤护等16正士，贤护也表啊，首先要护念好自己啊。真正有心人呢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慢慢慢慢能放，不可能一下子放的话了。那包含饮食也不要吃刺激性的东西，然后整个我们传统文化讲精满不失盈啊，气满不失食啊，神满不失睡。自己要护好精气神。有不少人熬夜，
这不妥的。除非你是公家的事，那公家的事也不能因为自己拖了然后去熬夜，这样也不对。你没有拖，但是太急，不得不熬夜，这叫我们刚刚讲的开源了，学道立权了，得权变了，牺牲自己为团体。但是可又不能自欺了，明明是自己摸啊摸啊，最后还说我为公家的事没办法。这个都要自己去检查自己的，这个师父领进门了，修行靠个人。生活作息自己都控制不了，我们临终控制得了吗？这个都要很慎重来自我勘验的。那为什么孔子说这个年轻人，这个读书人学的最像？因为他的心念跟柳下惠的心念是一样的，是为这个女子在着想的。你说他当时候假如学个相，不就完蛋了吗？所以我们在本经体性啊，我们也是勘验我们自己在学习过程能不能重实质不重形式，不着在外相上，能够效法佛菩萨圣贤人的存心。好，尤其啊，我们要学无量寿经了，学阿弥陀佛的存心呢，学无量寿经就是效法阿弥陀佛，托彼依正显我自性。所以我们应该发一个愿，学完无量寿经啊，自己越来越像阿弥陀佛。学什么要像什么？那我们昨天呢，讲到实相啊，乃无人当前一念心性之强名。因为世间人，你要恒顺呢，你连个名都没有，好像很难跟他引导了，所以不得已给个名字啊。我们真如本性啊，强名叫实相，啊，强名叫自性。好，那二祖密知了不可得啊，即是安心静。为什么安心静呢？离一切相了。即一切法了，离一切相就是若见诸相非相，即一切法，即见如来啊！我们把一切虚妄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都放下来，我们真心起用了，所以即一切法，那就是一切法的真相，我们都可以看清楚了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王老又提醒了，可不能又看到密心不可得啊，又掉到空无去了。所以但不可言其无啊。六祖云：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，
亦不能执着有啊，啊，妙有非有啊，不能执着它有，真空不空啊，你不能把自性看作啊龟毛兔角，虚无了。所以接着说了，盖离世俱，绝百非，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。所以这几段呢都很精彩啊。啊，我们看昨天怀让大师说是一物即不重。所以自性啊，它是要离思量分别才能够见到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这些思虑分别了。好，所以这里提到啊，要离世俱啊，绝百非。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在世间所熟悉的这些思维，都落在分别执着里面。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黄念祖老居士，这属于内部修学的开始，讲到了离世俱啊，绝百非。黄老说的这个实相无相啊，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？诸位同学，你们有没有大家在一起探讨佛法的时候，探讨到自己说啊，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？哦，哎，自己这种思虑分别啊，就上来了啊，甚至于啊，我自己都有遇到同修。你再告诉他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，讲啊讲啊，你跟他讲了一个小时，最后他给我一句话：哎呀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了，你就告诉我第一步要怎么做，第二步要怎么做。大家要了解啊，他实际的情况我不能完全知道啊。啊，甚至于他说我跟你讲啊，我都跟你讲，告诉大家他跟我讲的是真的吗？他跟我讲的是他所看到依他自己的理解讲出来的。我假如又受他影响，那我不见得能够很客观判断这个事哦。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，比方说朋友夫妻吵架了，夫妻跟我都熟啊，哎，你去听这个丈夫讲，太太真不是人啊，你去听这个太太讲，先生真不是人啊，那到底真相是什么？每一个人都站在他的主观，他怎么可能看到客观的状况呢？所以这个佛度有缘人啊，这个还是真有道理啊。啊，除非他真的相信你啊，不然你给他的建议，他给你加油添醋啊，最后还把你拉进是非里面了。你本来是要去做和事佬的，最后变成都是那个承德法师害的，哇！哦，
所以处理事情啊，在这个时代啊，真的要有道力才行啊，真的要沉得住气啊，真的要考虑周全啊，啊，不能意气用事啊，也不能感情用事啊。说了那么多也不难，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把自己的心念护好，不要被境界转啊，用对心了，就能拿捏好这些分寸，那当然也都是不断锻炼积累了人生的阅历。所以承德啊，有一些同仁啊，跟我差不多时间呢，做这个弘扬文化的事，但是他们呢比较保守，自己好好念佛。但是假如没人指导啊，自己这样修啊修啊，都会修出自己的执着。然后他们心里面呢一定觉得这个承德法师很忙，甚至是瞎忙。不然他们怎么做壁上观，这太不够意思了。很可能是他们觉得我瞎忙。当然让人家觉得瞎忙自己要检讨。但是我特别感谢这些人士的锻炼。我可不要讲到这里啊。你们说我看这个无量寿经的课也不用上了，去锻炼吧，去承担责任吧，英国汉学院也不用上了，我不能听出执着来啊。承德接受锻炼也没有自己去攀援。承德看到的是需要潜心修学的拼命想找事做。真的可以潜下心修学的，又喜欢这种清净，又不愿意承担责任，所以这个啊不容易啊。所以你看《心经》，色即是空啊，讲给谁听的？凡夫啊，凡夫都把这个花花世界当真了。乐不思蜀啊，所以色即是空啊，破凡夫的执着啊。空即是色，讲给谁听呢？讲给小乘人听的。他执着在空呢，执着在小乘的涅槃呢，自己清净了，堕无为坑了，空即是色啊。接着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空有两边都不着了，这入中道啊，这见性了。所以这讲给谁听的？讲给还没见性的全教菩萨听的，这都是法要啊，每一句对治我们偏的地方啊。所以真的能相信佛菩萨安排，真的能安住当下，不挑境界。安住当下也不是嘴上说的，
要不挑境界，境来不拒，境去不留。这个话夏莲老都有教我，老和尚都有教我。处世时阔然而大公，没有自己的私心，物来而顺应，境界来了，不要担忧，不要对立，不要闪避，不要退缩。事已过勿留滞，事未至勿将迎。跟用心如镜啊，镜子也是啊，没有来，境界没有来，它清净啊，境界一来，照得清清楚楚啊，清净极啊，极而常照啊，无相是极啊，无不相是照啊。般若无知是极啊，无所不知是照啊。那么多名词术语其实都是相通的。无知、无念、无相，这个都是相通的。所以这个我们呢，看到这个离世句绝百非啊，那也要放下这个世间的这些思虑分别才行啊。那祖师其实都教得很清楚了啊，刚刚那一段就是教我们处事的时候用第一念，不要用第二念，就是第二念就是思虑分别了，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可以在一切境缘当中不断的往离世俱绝百非去走啊。所以黄老说的不要落在这四句。什么是四句呢？第一，有是一句。第二呢，无是一句。或者说空是一句。那这个无啊，就是落在没有、虚妄这两句了。亦有亦无啊，就也有也没有啊，是第三句了。最后一句，不是没有也不是有，非有非无。有跟无都排除了，那还是不对，这四句。所以说法要离这四句啊，我们的体会啊，也得离四句啊。那黄老说了啊，上一次法源寺啊，那一位讲历史的方心，他就讲没有极乐世界，然后他就跑来问黄老了啊，他跟黄老说：“你说极乐世界到底有还是没有？怎么个有啊？”是真有还是什么什么有啊？那黄老就说了，极乐世界的有不在这四句里头，不在有，也不在没有，也没在亦有亦无，也没在非有非无里面。黄老这么一回答，
他就没法和我辩论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啊，黄老说了，我们一起心动念呢、啊，就在这四句里头了。啊，你落在这四句里头啊，就错了。哦，所以念佛也不能落在这四句哦。念佛时一切莫管，字句分明。平平常常，老实念去，这是第一念。看有没有心照做啊！啊，念着念着，平平常常的，老实念去啊，没有其他杂念。哎呀，要念多久啊？哎，能不能念出瑞相啊？啊，我要念多久才能成啊？这些都没有。好。所以不落在四句里头啊，请问如何想啊？我们又要问了啊，那都不落在，那我怎么想啊？哦，那黄老说的，目前呢，啊，你先暂时承认下来，啊，落在这四句啊就不对，啊，那么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所体悟到的实相无相就是没有，不是啊、哦、不是落入这个虚我，不是那么讲的啊。所以啊，金刚经跟咱们无量寿经啊并无矛盾的、啊、并没有矛盾的、哦。金刚经都是离事相啊，啊离相啊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呢，有世界名为耶集的，有阿弥陀佛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的有。金刚经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那这个有没有矛盾啊？哈。哦，所以啊，我们在这个静修捷要有一拜啊，啊第十一拜，一心观理，佛由心生，心随佛现，心随佛现的，所以阿弥陀佛也是我自性所现的。没有离开心哦，心外无境，全佛是心；境外无心，全他即智啊！心佛不二，智他不二。弘明正章自性，净土方显唯心。那跟《金刚经》有什么矛盾呢？就跟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啊，论云庄严佛土功德成就啊，庄严佛菩萨功德成就啊，极乐世界为什么殊胜？他国土殊胜，他依报殊胜的，他的正报呢？正报是佛菩萨。全部是阿惟越智菩萨，这正报殊胜的。那这三种成就，愿心庄严，应知啊。为什么能有这三种成就啊？这个愿心啊，太殊胜了。我立誓愿，都胜无数诸佛国者，宁可。得佛啊，法藏比丘因地发愿，震动全宇宙啊！我现在发这个愿，
我建立的国土要超越超过十方一切诸佛。所以为什么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，那跟因地有关呢？那接着这个往生论是天清菩萨做的，也是一位佛门的高僧。他的示现呢，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经验。他本来啊学小乘，结果毁谤大乘。他后来知道大乘殊胜了，很忏悔，拿刀要把自己的舌头割掉。结果他的哥哥就跟他说啊，你不用这样啊，你以前用舌头毁谤大乘，你现在何不用舌头赞叹大乘？哎呀，这一转不得了啊！天清菩萨做了500部论了，哦，那对后世我们深入经藏啊，帮助可大了。那对我们什么启示呢？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。以前做错了，烦恼即菩提，悲愤即力量，危机即转机。所有做错的，觉悟过来了，都变成护念众生的资粮。因为你体会过什么叫浪子回头，金不换的，你再去劝那个跟你有相同错误的人，你会触动他。好，那天清菩萨说的，略说一法句故啊，一法句呢，为清净句啊，清净句者，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呢。此论只显事理无碍之一真法界啊，这里点出来一真法界啊，纯真无妄啊，唯心所现。那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这么浊恶？唯事所变呢？我们有落印象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一真法界变什么？变浊恶的世间了，五浊恶世了。所以极乐世界它是真心所成就的一真法界。所以既然是一真法界的性相不二，相性在哪？就是它显得像啊。就像我们昨天比喻的啊，以经作气，气气皆经，但是这所有的气就是经了。还有就像水起了波了，那水在哪？就在波里面了。波是相啊，水是性啊。说阿弥陀佛的法身在哪里啊？法身一切法都是他的身。所以极乐世界在哪？我们复习一下前面说的。无量光
恒遍十方啊，无量寿数穷三际啊。哦，这个横竖交错啊，时间跟空间无量的延伸啊，横竖交错是法界体啊，就是整个宇宙啊，举此体为弥陀身土啊，亦举此体为弥陀名号啊。哇，维大师这一段要解开解很精彩。所以弥陀的身土在哪？我现在这个身体是不是弥陀身土啊？假如不是啊，那阿弥陀的法身不就缺我这一块了？哦，啊，所以极乐世界全是阿弥陀佛的法身呢、啊。所以即事而真呢，当向即道啊。极乐世界种种依正庄严，一一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呢，一一即是实相。你看，我们从前面啊，实相、无相啊，要离相啊，但是是离一切虚妄分别的相啊。但是西方净土全是真心所现的啊，即事而真，当向即道。所以我们看到极乐世界一正庄严，尤其看到六层说法，我们有没有看到阿弥陀佛的心呢？看到白鹤、孔雀啊、鹦鹉啊，这嘉陵、平且这些共命正量，看到阿弥陀佛的心了没有？太慈悲了，知道呢，通通看到老师啊，怕比较紧张啊，看到鸟给他说法，哎呀，比较放松一点了、看到阿弥陀佛考虑的如此周到啊，能不感动吗？啊、哦，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怎么净坤长得比我帅呀、啊？哇，生烦恼了。哇，你看阿弥陀佛考虑的多周到啊，通通长得一样，哈哈，皆是32相80种好，哎，平等了、啊，平等真法界、啊。所以好，我们看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的心真实智慧啊，无为法身啊。所以达摩祖师传不是说性在何处，性在作用。你要看师父挥挥手，你不只看到他的相，你看到他的心啊。你能这样，有时候师父还没讲话，你看到他的眼神你就流泪了。哦，所以我们能从这里去体会啊，你再回到家里啊，你看到家里的一景一物啊，你看到你父母的用心在哪了？
我们太容易着相了，就见不到父母的苦心了。哎，着什么相？哎，着在东西好吃了。哎，着在哎很方便了，方便方便，享受着，视为理所当然，着相了。哎，到英国汉学院也不好修呢。一个人一个房子啊，装修也下了不少功夫啊，很有福报哎，但不好修，顺境哦，比较不好修。假如啊，英国汉学院是建在峨眉山顶。喝水啊自己挑。还得砍柴。那这个砍柴靖坤就便宜捡大了啊，他这么强壮啊，我就吃亏大了啊。你看看那种环境，你看到水都流眼泪啊。哎呀，人家挑了很久啊。所以顺境比逆境难修多了。这善财童子一生出来，他们家就这个就七宝就现出来了，他福报太大了。顺境修啊不简单。好，我们有机会啊再来谈啊。希望大家呢这个礼拜预习一下啊，我们争取啊这个下礼拜两节课啊就能把这个玄义讲完啊。但是呢，大家再预习一下静修节要报恩谈啊，黄老讲的这个第十一拜啊，这个对我们的理解本经真的是一一以及是实相，以实相为体会很有帮助。好，谢谢大家。